谢了，收留玉啊！不用谢，谁让你们是我妹的师弟呢？师弟？嗯，我跟我爸这么说的，不然怎么收留你们？他醒了以后，都让他喝点蜂蜜水。好，谢谢。他是我亲妹，你谢我干嘛？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 干嘛？心里有我没有？这是我家，你给我放。有，还是没有？如果说没有呢？不准没有。有，就那么一丢丢。那也比没有好。行了，快上去吧。别乱摸。走啦。 拜拜。阿静。啊。等我电话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